放肆！这里是参议院，民国圣地，你们不许胡来！什么他妈的圣地啊？都是一帮穷酸文人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将军，你什么意思？咱是北洋七省督军总盟主，姓张名勋，受邀入京排解府院之争。听明白不了，咱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破地方关门打烊了，不开放了，明白吗？参议院是民国立法机关，你无权擅自关闭。小东西，咱不但要关闭这个只会叽叽喳喳的破屋子，就连那个乱七八糟的破民国，咱也要一并关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众星平身，谢万岁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臣来得太晚了。阿青，抬起头来说话。皇上，梅主子国将不国，大清268年的基业可不能被孙文这个黄口小儿给搅黄了。他们欺负皇上是个孩子。他们欺负皇上还是个孩子。行了行了，朕封你为内阁议政大臣，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衔，赐爵一等功。谢皇上，皇上万岁，万万岁。朕再赐你在这紫禁城里跑三圈。皇上让你放风筝。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皇上，哎，你看。中华民国国务总理、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告中外贤达，张勋等违背天心民意，以武力解散国会，囚禁总统，妄行复辟，小丑跳梁，目猴耳怪，失意于天，背信于民。祺瑞不才，应大总统临时命复职总理，奉诏逃逆，适当敌当逆党。民国6年7月2日。同学们，我们应该行动起来，负荆请愿，反对复辟。我想不明白。有什么不明白？当年临时国会把总统送给了袁世凯，铸成千古大错。中国的问题仅仅是因为选错了一个总统吗？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？万方有罪，罪在朕公。如果说以前的事情罪在袁世凯一人身上，那今日张勋、康有为复辟的闹剧又当罪责何人呢？你究竟什么意思啊？今天的中国绝不是换一个皇帝、一个总统就能改变的。
耻辱，莫大的耻辱，是我中华民族的耻辱。共和是大势所趋，是人心所向，可是仅仅六年的时间就出现了两个皇帝。请注意，民国是共和之国，在共和国里做皇帝，这是对共和天大的讽刺。民国的精神是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原则成立以来，平等被无视，自由被蹂躏，博爱精神荡然无存，以先烈无量之头颅、无量之鲜血所获得共和二字之空名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这还是我无数先烈为之流血牺牲所换来的共和民国吗？这一切国会不答应，法律不答应，四万万民众更不会答应。之间依然有人祭祖祀孔，不解民主自由之真谛。回顾近数十年历史，每逢共和革命失败一次，皇权思想便回潮一次，袁世凯、张勋的复辟就是如此。同学们，封建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，要想存记忆，必先废记忆。要使民众觉醒，国家强大，就必先将民众心中两千年的这座大山彻底推倒。